绿草竹竿卡上竹社区，将农退休提起画笔来作画。这当中，因领学会学习的是台中一中美术老师戴炳宏。讲起这一段青涩画画运动，都是予因熟悉当地事物，再将意境直接加入来，引进大家的画画信心。现在作品呈现自然的风格。绿草竹竿卡，也就是即卖上竹社区。为做农来退休的长辈，摕猪头以后，要来摕起画笔来作画。在这当中，引领画画学习的是台中一中的美术老师戴炳宏。好，在鹿草哈、哦，还有一个小地方叫做竹子角了，第二个卡哈、哦，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叫做松竹社区。那因为有机会我。10年前回来鹿草的时候呢，刚好他们呢就来找我说，要我回去教老辉啊，他们画画，我真的就回来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教。那，但是呢，在教的过程当中呢，觉得收获很大的是，原来这个社区本来就是我从小的地方，它本来就有一个很好的基因，所以，对这些老辉啊呢，真的很好教。那教了一张又一张的，他们慢慢的有一些叫做成就感，这些成就感让他们觉得说，人生呢过得更喜悦。讲起这段潜水画画运动，就是要让因学笔是当地的事物，再将意境逐渐来加入，引发大家画画的信心。这卖作品画意呈现自然挥洒。第一张要画牛的时候，他们画不出来，他们觉得拿着画笔比拿着锄头还重啊、哦。我用骗的，因为其实我用骗小孩的方式来骗他们，我们画个长方形吧，然后呢再加个什么东西吧，哦，最后他们还会加白露丝啊这些，哦，他们觉得，慢慢他们觉得他们也会画画，在画画这方面呢，他们很敢展现啊、哦、啊，也是他们的一个。很大的成就感，后来就习惯了、哦、只要有画画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很开心、哦、蜻蜓、哦、其实我早就忘记它的名称，台语怎么讲的，是他们教我叫做蝉 A， 后来我去查资料、真的是田鹰、哦、就是蝉 A 的意思、哦、对于他们熟悉的东西，他们画得很有感觉。班师回草艺术大师回乡店，上帝老兄啊，欢喜来管理，同时在回店当中，顶了精彩的作品，色彩飞扬，焕然一新的画意，清新活力，令人刮目相看。细心是木草运动，绿草香长不得。阿公老早，老早来，我给你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个飞校其实给社区的民众其实带有很多的一些以前小时候的回忆，但是因为它废除之后，变成是他们的之前的记忆好像就被终止了。嘉义县我们就第一所，那用皮钱汇去学校，那把它转型变成所谓的老人的照顾空间，那它有日间照顾中心。也有所谓的巷弄长照站。青幼幼社，啊，阮这是足青幼的啦，经历安尼足青幼。像以前那样热闹，迄个热闹嘛。啊，不过较早是拢囡仔啦，啊，即番拢变成拢老人了嘛。这是一个我们未来必须要去清点清查，创造更多的学校被除役了以后，怎么样让它赋予新的生命，变成。照顾老人的天堂。用一句话来形容幸福会是什么？光着脚踩在土地上。两句话呢？啊，我阿公常常拢讲，人生有诶无诶代志，你足侪啊，安那尽量较简单诶。三句话呢？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山好水，自己的家庭在这边去做自己喜欢的。幸福对我来讲。就是可以吃到产地最新鲜的蔬果，所有的食材新鲜是非常重要，所以台湾的很多土产现在都变成精品，送礼就是要送国内的农产品。